部剧作《失禁》改编之社群疯传的真实灵异故事，将东南亚下降头文化和鬼洗尸神秘仪式惊悚搬上大荧幕。剧情讲述女主角席莉为了支付重病父亲的医疗费，到有钱人家应征帮佣，没想到却被骗去山上帮人鬼洗尸，要为全身尸化的中邪女孩擦澡，还必须和其他两位女佣完成1000天的净化仪式，否则将性命不保。过程中不但怪事频传，还意外惹咒上身。Untuk apa dikubur ini? Jawabannya, ono ning kamar iki. Sing harus kalian lakukan hanya basuh dan jogo dila. Jogo dila dimasuki makhluk jahat namanya.本片找来新一代鬼后米卡谭巴勇担纲主演，外形高挑的她五官神似 BLACKPINK 的 Lisa， 还因此被封为印尼版 Lisa。 失禁在印尼上映后荣登2023年度票房之冠，还刷新印尼影史纪录，当地网友更是接连目击有观众看完后疑似中邪全身抽搐，画面造成疯传。中天娱乐频道这次将赠送失禁电影特映票券，只要回答预告中女主角真正的工作内容，到影片底下留言并 tag 两位好友，就有机会抽到，数量有限，快快分享吧！加上别觉得巴适。